年复活节长假期冇得飞去外地，市民唯有转去离岛。呢度排晒长龙，一齐倾偈食嘢。不过部分似乎多过四个人。附近未见卫生署职员或者警方巡逻。西贡湾仔营地亦都系热点。虽然营地范围已经围封，但系游人照样入内。如果唔系咧，你切晒佢，个个人都冇得交人。一系你就唔好俾刑，就开翻当交人点点，咁你可以即系有啲人可以喺度活动下，咁都 OK 嘅。呢样嘢我觉得系咁咯。但系就切晒佢咧，就好而家咁样封晒咧，就唔好意思啦。咁之后嘅疫情都要睇下大家人群聚集系咪大家都系即系可以有社交距離啦。頭先搭車過嚟都見到街道都好多人啦。咁其實都係擔心嘅。如果大家都係放鬆咗，就係大家一齊聚集，萬一有啲隱性嘅傳播咧，咁可能就會造成多人嘅感染啦。咁可能會有第二波嘅爆發嘅啦。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東網想你睇新增咗賺分任務，每日簽到同埋閱讀指定新聞，快啲下載東網 App。一边睇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CC Coins， 换取丰富奖赏。